救命啊！我这里有个包，帮我包背着过来。去了，他们都说我们回不去了。今天回不去了，可能会在这待好几天。对，不可能吧？好吧。太野了。太野了。姑娘你好淡定。好的好的，跟着姑娘混。你也没扛吧？我连包都没背，啥也没带。淡定，记住现在淡定的好。我应该是对的，姑娘应该是对的。他妈就直接在这山坡上滚下去了。太卡了。好了。他们有吗？请求空投啊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记住所有的路线。记住野外有什么东西，都可以看一下。对。大田。欢迎我成哥，欢迎成哥。大田。欢迎大拇哥。我们的目的是去哪个地方？跟几个朋友早上到的。啊？你到先。完了，这得要拖鞋前行了。五哥，如果卡的话怎么办？刷新，重开。
我看，快点跟上，有野猪，跟你讲。这个路怎么走？当然回去了，没有，不可能。